煦的阳光，温柔的海风，湛蓝的海水，曹镇叔叔来到了美丽的东海。海上风光无限好，曹镇叔叔陶醉了。哎，船长怎么了？司令，船看见了，船坏了，没事，不着急，不着急，在海上待一会儿。台风要来了，台风要来了，对，赶紧报警，快救人啊！有船吗？哇，台风来了，赶紧报警啊！大家配合自己团结大队啊！哎，你好，我们这是中央四八边防支队海上110，前面有什么可以帮助你？我们这边船坏了。那你那个旁边有那个战斗物吗？你那个是船上总共有几个人？我们现在先具体测量一下你们具体位置，我们再报警或者收集。对的。送餐收到，听见。曹镇叔叔大海航行，好在有惊无险。人生三大苦：行船、打铁、磨豆腐。别人晕船，他们晕岸，他们是谁呢？船底破损进水，渔船失去动力，怎么办？海上救援模拟训练，消防实战演练，文警出动，搏击沧海。特别是出海啊，划船，往大了说特别危险的，有可能干嘛呀？遇到台风会怎么样？对，有危险，甚至有生命危险。往小了说，咱们如果不习惯坐船的，会晕船，对吗？咱们不经常坐的会晕船，哇哇吐。但是呢，有这么一群人，他一天到晚在船上生活，习惯船上这种颠簸的日子了，一上岸反而不习惯，叫做晕岸。没有、咱们运船还有人运岸，信不信有这些人？相信，应该有啊。哈，这些人谁呢？这些人就是福建公安边防总队漳州支队船艇大队的官兵们。在福建省东山岛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习惯了海上漂泊的日子，敢于搏击沧海，冲锋在海上救援的第一线，守护着和平年代的万家灯火。他们是福建公安边防总队漳州支队船艇大队。我们海上110跟我们日常所理解的110的性质是一样的，我们的主要职责是担负近海地区的日常巡逻检查，并对沿海船舶实行边防治安管理，严厉打击海上走私、偷师渡、贩枪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并对海上遇险渔船民实行救助。今天的比赛会非常有特色哈，全部是模拟官兵的训练。好，第一关比赛。好酷！就像刚才官兵去救曹镇叔叔一样，我们也假设有这个游客在海上遇到情况了，遇到危险了，我们现在就是官兵，去把他们救回来，好吗？好。咱两支队伍啊，从起点出发，然后把游客救回来，回到终点，然后呢，中间还要爬软梯，种种困难啊，待会儿你们一看就知道，反正不容易，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哈。好。哪一队用的时间短，就赢得了第一关的比赛，好不好？好。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关比赛。加油！队员们的第一关比赛规则是：
遇险船舶与边防营救船体间隔10米左右，两船之间拉着一根绳索，每队两名队员依靠拉绳索划到遇险船舶处，营救同队另外一名队员及船上物品，速度快的一队获胜。好，海鸥队两名救援队员要出发了啊，小心这个绳子别掉水里啊。行，好，来，预备，开始。能拉动吗？拉得动。快点，再快一点啦，绳子就太累了。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谢小玉，我在班里呀可是出了名儿的爱唱歌。我送你开天涯之外，你是否还在？不过同学们好像不大欣赏我唱歌。啊，人呢？至于我最喜欢的课程嘛，当然是音乐课了。李老师的幽默风趣，开学第一天他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姓李，名文磊，以后大家见我的面的时候要叫我磊哥，但是千万不要加最帅两个字哦。瞧，看我那幽默风趣的李老师，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储食啦。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嘿嘿，好几次大型活动都是我主持的呢。我很喜欢大海，每次去海边，我手里总会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石头，或者是精致美丽的贝壳。参加这次活动，认识了这些可歌可泣的海上幺幺零叔叔们。同学们，我们队一定会赢，是不是？为我们加油吧！而且手，你看手还是别扭的，手这么拉。你不会手，我手朝前吧。哎，8分38秒。来，你加油！准备好了吗？好了，预备，开始。冲在前面的是火箭队的主力队员林泽凯。嗨，飞日天的同学们，你们好，我就是第几天大胜之后的吉田翔胜。我在班里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孩子，有时同学睡得正香甜，偷偷的绕到他后面挠他痒痒，一旦他醒来，我马上以疯的速度跑到百米之外。来谈谈我的兴趣爱好吧，我最喜欢玩电脑游戏，我样样精通。不过除了玩游戏，我还会写写小说，写写歌。歌可能会写得不好，但是小说我相信不会逊色。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出版一部小说。我就是齐天小圣林泽凯，你愿意和我这个调皮捣蛋的齐天小圣交朋友吗？让我们一起交个朋友，去海上玩吧！大海，我来了！快点，快点！张伟、张凯，加油！这两个队员看着使的力气很大，但是船现在不停地横过来转过去，横过来转过去。你看，张伟、张凯，你们快
又很大。快点，给我上去。老师好，从哪边？快点，老师。两队的方法如出一辙，都是派一个人上去拿箱子，就不会把我往船里一扔。你看，还是游客把箱子拿下来的。那刚才上去的队员干嘛去了？好了。对，解决了吗？绳子解了吗？刚才上去的队员现在也下来了。干嘛非得拉到底下呢？好，我搞定了。玉林，你去后面休息。好，你们绳子拉的，差点给我们挤船底下去。玉林，你去后面休息。船又横过来。好，比赛结束啊！首先有情况要声明啊。这边是把这个游客安全的、平安的救回来了。你们出现情况没有？啊，旁边游客手挤了一下，都挤哭了。虽然没怎么受伤，但是哭了，哭了就要扣分。我没哭。哭了没？没哭。掉眼泪了没？不累。掉眼泪了没？不累。就是没有眼泪就是不累。好，这个情况要加你们的这个秒数啊，加多少？自己说。零秒。好。加十秒，好吧？好吗？好，同意了。同意了。不要后悔啊！不后悔。你的成绩是38秒，你们用时是8分26秒，加上十秒多少？8分36秒。谁赢了？我们。好，一起进入第二关比赛。Go！ 第一关比赛，火箭队取得了胜利，获得一分，赢得开门红。欢迎继续收看《快乐体验》，我是孩子们的曹振叔叔。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在福建公安边防总队漳州支队船艇大队继续我们的比赛。福建公安边防总队漳州支队船艇大队的战士们正在进行模拟海上灭火演练。队员们的第二关比赛规则是，每队3名队员对失火渔船实施灭火，并救助渔船上的伤员。灭火及抢运伤员速度快的一队获胜。火势已被控制，发现一名伤员，赶紧救助。是。报告听令，火势已被控制，人员已被救回。好，加油！开始。第二关首先开始比赛的是火箭队女队员吴玉林。嗨，大家好，我叫吴玉林，别人听到我的名字就说我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其实我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淑女，可不是嘛？男同学们做事我也能做到，你别看我这么瘦小，我的确是很大的。刚开学初发课本的时候，这么一大摞，我从一楼跑到五楼，连大气也不喘，哈哈，你说我是不是很厉害呢？我每天坚持去舞房练舞，虽然每次练完舞都是大汗淋漓、腰酸背痛的，但我从未放弃过，因为我非常的热爱舞蹈。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若能常能扎根海疆，与蓝天碧海相守，若能与沙滩海浪为伴，这该有多好啊！大海，这就是我的梦想。我是吴雨林，我为自己代言，加油！耶、yeah ！把这个甩出去，把水枪接上，好，现在可以打开了。好，欢迎出兵。好，我不变啊。好，现在这可以关了。我们来看一下三架，准备出发。好，火已经扑灭了。加油！去失火渔船救助伤员的队员是林泽凯、林泽伟，他们能够按照正确操作程序顺利完成任务吗？啊！
这个，同学们注意看哈，这个我们绑的这个结太松了，它松掉的话，上缘就脱落了，掉就有点危险啊。另外一个像这个上缘的手臂，要把它放好，收上来啊，放外面有可能碰到东西，对吧？对对对，再把手臂碰伤了，对对，二次伤害。你们用时7分07秒，海鸥队准备，海鸥队开始比赛了。谢小玉同学负责灭火。你看啊，灭火，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停止了。好，好。哇，你看你这够冲的。管理不灭。好，不灭了，灌水。好，担架，走。抬着担架走在前面的队员是张新月。大家好，我叫张新月，我的兴趣很广泛，有跳绳、画画、踢毽子。一天傍晚，我和同学一起踢毽子，一不小心我把毽子踢到了房顶上，怎么也拿不下来。我望着毽子伤心地说，可怜的毽子啊，我帮不了你了，你就在这里安家吧，拜拜。你们别看我身体非常瘦，其实我在家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吃货，我什么都吃，可我最喜欢吃的是螃蟹了。每次吃螃蟹，我总是一手拿一个，生怕被别人抢走。一次妈妈煮螃蟹，正好我出去买东西了，回来看见弟弟正大口大口地吃着螃蟹肉，然后拍了拍手对我说，没了，美食精光光的。当一位海上小卫士对我来说是一件自豪的事，因为在电视上看见那些海上警察叔叔们，他们好威风，他们就是海上110，好佩服他们啊。解开，你看队友还没有解开你就急着翻，反而影响队友的速度，任务对女生来说有点难，你把这个掰直力气要不小。好，很聪明，直接一掌一掌的给他打直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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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刚才虎鲸队犯了什么错误？他们那个咱没挡紧。挡紧一点，挡紧吧，能挡。不紧啊。又要重来一次。不要。把你们绑完了。点了。松了。检查一下你们有没有绑。好了，小心脚下。报告艇长，国一扑灭，人员救援成功。他这个袋子是这样啊，他这个袋子是系的不太合格，然后呢，他一道一道缠，想用这种方法缩短这个袋子。刚才我看在两名救助人员在抬这个伤员的时候啊，放在担架上的时候，这个伤员的这个手是在后面背着的。你们啊，这样要窝到胳膊了。不是，对他抬的往担架上放的时候，这个手被压在后背上面。啊。这个大家这个在救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好，我们刚刚这款比赛呢难度不大，但是呢有点实用，对吧？是，说不定哪一天就能派上用场。对。刚才你们用时是多少？七分，不管几秒都无所谓了，因为我们海鸥队用时是5分33秒，恭喜你们。第二关比赛，海鸥队获得胜利，得一分。两关过后，两队打了一个平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会看到海上卫士进入第三关，哪支队伍将获得重要的一分，谁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呢？别走开，广告之后节目更精彩。比赛之前呢，曹振叔要先带你们参观参观咱们这个船艇大队的巡逻艇，好吗？啊！接下来咱们的比赛就要用到船舱里的一些东西。好，来下船舱，知道这个是干嘛的吗？不知道。船艇的机舱就如同人体的内脏，管路密布，纵横交错，从外形很难进行识别。机舱里有主机，提供船体动力，主机提供船体电力，
好，参观完了啊。是。那里面积聚这么大吧？是。好，船长叔，你们有问题啊？就这个船海这么大，在行驶过程中不停的走，然后机器会越来越热。快点。好。对，热好了就爆掉了，怎么办？休息，怎么去？好，别说啊，同学们猜的还都挺对的啊。那看一下这个，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海水泵。看来这个曹振叔在学的时候，你们也都在学啊。海水泵，海水泵是干嘛呢？是冷却淡水的。淡水是干嘛呢？淡水就是冷却机器的。为什么要先冷却淡水？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曹振叔刚才也问了啊，为什么冷却淡水？因为如果直接用海水去冷却机器的话，会腐蚀机器，对，还是有盐啊一些东西。那机器会坏掉。会啊，所以用海水先把这个淡水冷却掉，然后里面零件坏了就要换掉。看一下曹振叔手里的这个，这个知道叫什么吗？不知道。你们学的还是不如曹振叔学的仔细。这个叫水封，封是封闭的封，就是把水给它封住，不要漏出来。这里边就有这个东西。待会儿你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海水泵给它打开，找到坏了的水封，换成好的水封，就完成你的任务，明白吗？对。好，我们虎鲸队先来。好，虎鲸队，预备，开始。暂停啊。火箭队正在拧螺丝的队员是林泽伟。大家好，我是林泽伟，可能大家一看到我的样子，会觉得我很可爱。由于我性子比较急，同学们便给我取了这么个美名“火爆辣椒”。有时候啊，看见同学们打扫教室，慢吞吞的扫着地，我心里那个急呀，马上跑过去抢过扫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分钟就把教室打扫干净了。我最喜爱的当然是硬笔书法啦。为了练成一手好字，我苦练了3年，即使每天练得双手发麻，我也从未放弃过。我的理想呢，是能够每天与大海相伴，看那蓝天与大海相交为一体，每天看那一轮红日在海上升起，这就是我的理想。我相信我一定能成功的。大海，我来了。活动扳手啊，来，螺丝一定要先拧开，接下来要找这个水封。我是小玉，玉林。哎，水封在哪儿啊？水封在下边，你们拧反了。好，现在我们虎鲸队麻烦了，多拆了一个螺丝，待会儿还要把这螺丝装上，一来一回耽误时间了，先放啊。真的，在这儿。好，放心的啊。6:45。好，我们的海鸥队站好。好，海鸥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他们多拧了一个不干净的螺丝，然后又再装上，多花了不少时间。当然你们也可能会犯错误，对吗？好，小心点啊，来，预备，开始。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拧。团结力量大，两人一起拧，肯定能拧动。把这个取出来，这些工具拿过去。海鸥队正在拧螺丝的女队员是陈佳荣。嗨，大家好，我是陈佳荣。说起我的爱好嘛，怎么三天两夜也说不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了。一次妈妈叫我洗碗，我答应了，便一边唱歌一边洗碗，谁知一个不注意，我把碗打碎了。妈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洗点不能一洗两用，知道吗？可第二天我又不自觉地唱起歌来了，妈妈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这孩子真是的，我呢特爱吃，不论是什么，只要是零食，一张口一闭口就没了。在家里，爸妈也夸我是个三好学生，这三好可不是学校的学习好、体格好和品德好，
而是爸妈颁发给我的。这三好是好吃、好笑、好贴心。在家里吃完饭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喊饿。保家卫国是我的梦想，欣赏海景是我的心愿。如果成为海上卫士，这两个愿望就都实现了。这就是我，你喜欢吗？水风在哪里？冲，好，在这使劲扣，看，好，拿下来的水风是这样的，装上去的水风是这样的。你们认为它是一个东西吗？啊哈，它的身高是它的三倍。那个垫片啊，那现在问题又来了，这个抠掉的垫片是在哪儿？还得把它装上去。赶紧啊，装，快，时间可不少了哈。这有一个东西，哎呀，真难受。好，曹振叔叔发现海鸥队的队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不够熟悉，没有任何一个队员能够记住所有的程序、所用的工具，包括这个机器正反面。你看，现在装反了。你扶着我来。啊，两个女生，一个男生，都没记住。刚才他们跟我说装反了，其实说错了。对的，对的，继续吧。这个大螺丝呢？在这儿，在这儿吗？你等等，你要把它装。等等，螺丝呢？螺丝还有吗？这里。行了，行。好，现在来看一下大家的成绩啊！你们刚才用时多少？6分2秒。六分多，对吗？对。之前曹振叔说过了，三关比赛过后，我们有一支队伍要离开我们的赛场了。之前两关大家1-1战平，所以这关非常重要啊！你们是6分多，对吗？对。好，看一下我们海鸥队是9分39秒。在第三关比赛中，火箭队取得了胜利。根据比赛3局2胜规则，海鸥队三名队员离开了赛场。吴玉林、林泽凯、林泽伟三名队员将在第四关进行个人赛，谁将获得最后的冠军呢？欢迎继续收看快乐体验，我是孩子们的曹振叔叔哈。现在呢，我们是在这个漳州公安边防支队船艇大队的巡逻艇上啊。之前我们已经参观了机舱，对不对？对。现在呢，这也是一个船舱，这个船舱叫什么？卧室。卧室，来。宿舍。宿舍。我觉得应该是军人住的位置吧。意思都对啊，正确的名字叫驻舱，就是官兵们在这儿住，而且呢，包括曹振叔以前想啊，可能官兵平时巡逻，然后回来以后是不是就到岸上去住，岸上有宿舍？不对，他们即便回到码头，晚上仍然是在这儿住。我们看一下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哇，上下两排豆腐块，对吧？豆腐块呀，对不对？反正曹振叔是没这两下子，我是叠不起，那会叠但叠不起，你们行不行？行。咱们接下来呢，就首先底下叠被子，预备，开始。要叠得又快又好，光快是没用的。看一下泽凯平时怎么叠被子。明显是在切豆腐。豆腐在磨豆腐。我拼的。磨豆浆。来了。好，看一下时间哈，泽凯同学叠得很快啊，1分49秒，开始。稍微快一点，1分38秒，准备开始。泽伟同学也叠完了。用时2分14秒，最长的一个，但是叠得非常仔细。好，接下来呢，我们请陈叔叔来给大家评判一下，好吧？来看一下，这是泽凯同学的第一床被子。我们
叠被子有一句俗话叫三分叠七分整。您觉得综合评判谁最好？综合评判应该一名同学会好，女生最好。然后呢？然后就这泽伟同学。泽伟同学啊，因为叠的最好。好，那明白了。为什么要排一个名次出来呢？因为接下来这个环节的比赛就跟咱这个名次有关。排在第一的同学，听着啊，包括你们俩，待会儿依次出发，上到船顶，船顶你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菜，啊，包括有海鲜，有蔬菜，你们拿了菜以后，选择自己喜欢的，到厨房里去做出来，给官兵叔叔做一道拿手的菜，然后让大家品尝，最后官兵叔叔最喜欢哪道菜，他就得分最高。好，那这位小同学呢，就是我们最后的海防小卫士，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明白。吴玉林在第一个环节中小胜林泽伟，可以第一个上去取菜了。当然，他优先挑选了能简单又方便操作的鸡蛋西红柿。林泽伟挑了一个大南瓜，唉，是因为叠被子环节落后了，所以林泽凯只能拿大伙挑剩的食材了。一只大螃蟹，他会做吗？好，这个怎么做？会吗？看看啊，可以啊。会不会做？不知道。公安边防大队的官兵叔叔常年生活在船上啊，都是自己动手做饭做菜。看几位小同学呢，做菜可能不是那么专业，咱们放宽点要求，每个同学找一位叔叔帮你们一起做，好不好？好，自己动手的程度越高，然后做的菜越好，得分越高。你看现在玉林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做菜了，你们不会就找叔叔帮忙。螃蟹整个放进去了。泽凯同学呢，做的是中山当地的名菜煎螃蟹，直接把螃蟹放油锅煎。鸡蛋炒西红柿，这可是吴玉林的拿手菜。完成了。好嘞。好，那比赛进行到现在呢，玉林同学率先完成他的番茄炒鸡蛋，那泽凯同学也已经完成这个姜丝油焖蟹。我们泽伟同学在官兵叔叔的帮助下已经把南瓜切好了，还没有开，还没有下锅，所以呢比赛时间不可能一直给你没完，你现在就把你的生南瓜片盛到盘子里，看看有没有官兵叔叔会吃。我来尝尝。好，晚餐时间到了啊，我们的三位大厨玉林的番茄炒鸡蛋啊，我们请四位官兵叔叔挨个尝一下，来，都有筷子啊。你要尝了，感觉味道如何？咸淡如何？味道如何？怎么样？不错啊，咸淡也合适。好，跟你们平时吃的这个番茄炒鸡蛋味道相比呢？尝一下，可以大口大口，没关系。不错，比我炒的好。哎，这话说的太给面了啊。姜丝油焖蟹，最后一道啊，用餐后的果盘，瓜什么瓜？南瓜，南瓜片。想吃就吃啊，这个不勉强，不想吃可以不吃。以前吃过生南瓜片吗？生南瓜片真吃啊！不错不错，清脆爽口。挺甜的，挺甜的。好，这道菜最受欢迎，难道？好，这个三道菜啊，官兵叔叔都尝完了。接下来表决，每个人只能选自己最喜欢的一道菜，好吗？来，举手。西红柿炒鸡蛋最喜欢的，请举手。好，两位姜丝油焖蟹喜欢的，请举手。两位。南瓜片最喜欢的请举手，有一位无效举手。好，我们三道菜哈，番茄炒鸡蛋和姜丝油焖蟹得到两票打平，但是呢从制作的速度来说，我们这个玉林要快一些，所以最后获胜的
是我们的玉林同学，恭喜您。啊，有一句话呢说得很好，叫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那如果放在今天的比赛里，还应该加一句话，叫哪怕你开始哭了，你到最后笑了仍然笑得很好，对吗？玉林第一关比赛是哭了，最后获得了我们的小冠军。好，海防小卫士奖牌拿着。好的，恭喜。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孩子们的曹震叔叔，下期节目再见。再见。